see the light inside you brighter than the sky. Hello， 今天是9月29号礼拜五下午呢，趁着有空的时候带着老婆啊说一下话啊。老婆 Hello， 好久不见了，又回来了。对，很久没看到我老婆，我也很久没看到我老婆。这有需要跟大家说吗？我可以剪掉也可以啊。要不要重来一次啊？不用了。那我们是第一次来大鲁阁啊，听说这边有这种小孩子的游乐设施，还有可以骑滑步车的场所，所以就带着我儿子来这边稍微走一走，逛一逛。好 ，Let's go。哎，你要小巴士吗？还有哎，还有在里面呢。要不要进去？进去哦。那我现在人在大鲁阁的 Fun Box 里面，里面也有卖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卖的并不多。那这一只呢，我没有，考虑一下，看要不要把它买回去当一个纪念。爸爸，嘿，玩具，你要买什么？妈妈买给你。要那个，你要那个，这么大的，你要上面这个哦，这么大哦。这个哦，水泥车，你可以，等一下，你说啊，你说，快一点啊！我要说什么？你刚不是跟我讲话？好、啊，我说这边的小巴士坐的比较好一点。这边的什么？小巴士。对，这小巴士啊。对着镜头讲啊。太久没有录，现在有点生疏了。要起来啊！你要吗？你要这个吗？你有喜欢吗？他有吗？这是他有吗？对。还是要变形金刚？这个、哦。要付钱吗？那你把钱拿出来。来，阿妈拿钱。那你把钱拿出来，刘轩宇。好好好好，阿妈拿钱。小轩，你看变形金刚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变形金刚？哎呦，你好重哦！回去再玩就好了，黏住了呢。回去再玩好不好？啊？干嘛生气？气气。对啊，现在我儿子迫不及待的要把他的玩具拿出来玩，打算做一个当街开箱。那我们首先就先从载具形态开始看起。走很快啊，
爸爸不敢坐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你不怕高吗？然后呢？摩天轮你不敢坐。Go。出发。出发，阿尼玛说耶。耶。来比赞一下。耶。耶。那么给宝宝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哦。Hello, Dio。我们叫爸爸。爸爸。说爸爸好帅。爸爸好帅。哇。要啊，要什么？你要车子哦。那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谢谢爸爸。啊，谢谢爸爸，但是爸爸没有要给你坐哎。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去吃这个顶呱呱。突然发现这边有一家这个顶呱呱，非常久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了，大概有20几年吧，所以进去怀念一下。哦，那我们走吧。那刚才吃完顶呱呱哦，突然觉得跟记忆中的味道不太一样，没有小时候想象中的那么好吃了，但是也没关系啦，就是回味一下。那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大鲁阁，你觉得这边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啊，第一次来，因为这是高雄最近最大的商场吧，我觉得就是要来看看。现在晚上了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现在摩天轮整个在我们眼前发光，而且那个摩天轮我超想坐的，因为它速度超快。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它有那个滑步车的赛车道，就可以让小朋友有一个时间可以去滑的。那来这边呢，主要是说啊，这边有很多游乐设施，小孩子呢可以在这边啊跑一跑、走一走，甚至骑车。那现在天色也晚了，我们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